scene hails from the mystical city of Ju'an in the Cadia Riverlands, a place rich in Eastern culture. When designing her, we knew we wanted a hero who not only embodied the essence of the Cadia Riverlands, but also had her own unique charm. A mage with a gentle touch, but wrapped in layers of mystery and mysticism. But what should be the source of her mystique? The tales and legends about her, her unpredictable personality, or the enigma behind her motives? After a lot of brainstorming and designing, we found what makes Ju'an truly enigmatic. Her sense of detachment and the elusive way she acts, shaped by her unique backstory. 作为棺材子的竹心自幼被世界忽视，他既不懂生命的意义，也不知死为何物。直至那场关键的相遇，白龙给予他二次追寻生命意义的机会，他再次投身于尘世，通过别人的愿望试着发现自己的心愿，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 This candy was the last thing Mom gave me. You helped me, right? 在这3000多年的岁月中，竹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真情与温暖，丑恶与贪婪。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行事风格和处事之道，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用自己的方式来验证真假。Offer that which is most precious to you, and your wish shall be granted. 他偶尔也会展露出少女般的纯真，喜欢花酥饼，做事大胆，不按常理出牌，展露出的俏皮与外显气质形成反差，也为他增添了几分捉摸不定。同样，他的疏离感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与众不同的出身，被世俗所厌弃，以及二次生命带来的漫长时间跨度，逐渐拉远了竹心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人们了解竹心，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由此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和他相关的传闻，而那些传闻真真假假，如同黑暗中的烛火一般，明暗不定。所以灰黑色就成为了竹心视觉形象中的主色调，像黑夜又像迷雾，捉不到也看不清。白龙所赠的昙花灯是竹心游历人间的重要工具，夜晚短暂开放的昙花和神秘迷人的竹心再契合不过了。 蝴蝶作为它力量体系的具象体现，带着形形色色的心愿飞向它，供它挑选。以被蝴蝶围绕的昙花灯作为锚点，提灯引蝶就成为了表现竹心神秘感的最具象化的表现。为了更好地表现昙花灯以及蝴蝶，红色被用来作为黑色调以外的第二配色，去提升视觉的整体感受。在竹心头上的法式、下裙摆、配饰上， 我们也使用了绿色来产生视觉的对撞冲击感，增添人物色彩丰富度的同时呢，也增加了竹心的神秘感和阴阳交错的主题。结合提灯引蝶的概念，我们通过让玩家手指持续拖动来模拟提灯的行为，以便让玩家更好地带入竹心的视角。竹心的二技能可以持续对敌人进行叠层。 这些蝴蝶会把敌人托举起来，这个时候竹心就可以把敌人扔到指定的位置上，被标记的敌人会有一种远程被玩弄的感觉。琢磨不定的体验也能让玩家在战斗中感受到竹心的独有神秘感。同样，竹心的局内动作也都是非常轻盈的，让敌人猜不透他下一步想要干什么。配合玩法和人物设计，局内特效以花灯蝶三者为主要元素，重点去塑造了他们之间的相生关系。 在施法时，希望玩家能够感受到凤蝶被花灯吸引，而花灯又被凤蝶簇拥，如同云烟中飘渺无常、若即若离的东方异象。而在配色方面，使用了低饱和度且偏冷的颜色配比，希望以此来更好地展现竹心犹在雾中捉摸不透的神秘感。在竹心的角色主题曲设计上，我们运用了来自东南亚、 日本、中国的各种传统乐器，去体现神秘的东方文化特色。玩家可以通过旋律中的和声编排和离调设计来感受竹心身上的神秘。
也可以从悠然而富有节奏感的器乐中感受朱心在飘渺中提灯而来凤蝶翩飞的形象。From the mist of Juan, lantern in hand, Drusin will appear, and just as silently, she'll fade back into the mist. What she truly longs for, nobody can say, and perhaps it will forever remain a puzzle to us mortals. Maybe even Drusin herself is still searching for that one wish. So to all who are watching this, have you found your true wish?When you finally know what your heart desires, keep an eye out for a butterfly fluttering by. Drusin just might pay you a visit.